是很多朋友的回忆吧，因为这是一部卡通，叫做《灌篮高手》。没看过《灌篮高手》的举手。哎，大家都有看过，对不对？因为这首歌是那个《灌篮高手》的主题曲，片尾曲。想当年，以前都在那个毕业纪念册上面，就是会写自己的偶像，上面都会写流川枫啊、三井寿那一类的，就是好幼稚哦。可是这样应该是猜到我的年龄，我在想。好了，我们带来这个非常经典的这一首《灌篮高手》的片尾曲，好不好？直到世界的尽头。